本地印度社群应该在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加深合作关系，并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义工行列。副总理黄循财鼓励印度活动执行委员会在促进社区凝聚力方面可扮演更重大的角色。黄副总理在印度活动执行委员会45周年庆祝晚宴上致辞时指出，印度活动执行委员会可从基层着手，加强网络，扩大义工团队，尤其是青年义工的阵容。他也鼓励各个委员会致力培养新一代的社区领袖。And that means taking proactive steps to identify more promising youth leaders, and when they are ready, hand over the baton to them.This is how we can ensure that all the good work that the IAAC has done these decades is sustained and will be built upon. 晚宴庆祝各个印度活动执行委员会过去对社区的付出和贡献。文协印族活动执行委员会协调理事会表示，希望接下来继续与时俱进，更好地为社区服务。